特别是 J-20 出现以后， 对飞行员， 对人的要求， 也是有质的改变。 现在的话， 强调飞行员， 新一代飞行员， 更多的是你的学习力， 拥抱改变， 啊， 对信息的获取， 判断， 的能力， 要远远大于以前。 永远是人跟装备的合体， 1+1 必须要大于2。 我想这更是党和人民对我们的这种信任和重托，所以才会把最先进的飞机首先列装，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把这型武器把它用好，一方面要求飞行员必须有这样的胆性跟血气，另一方面要求飞行员必须具备这样的能力，所以要把这种 责任跟重托要转化为我们的实际的这种能力，才能有效履行我们的这种使命跟任务。